每个人都有前排 ，OK。他比较怕我们这一口。嗯。不许动啊！他们可能马上就出来了，都不许动。哎、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听了好几遍了。不可能，做到工作人员太辛苦。看你们有他步骤吗？哎，好耍大牌呀、啊！好累、啊，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么多人怕嘛。嗯，我可以理解，正常一个人坐个飞机还要你工作以后，而且他已经很累了。对，介绍说我是空了，你去里面坐。其实拍的都是次要的，关键是谁喷了香水好好闻啊！拍无所谓，好多粉丝又在网上拍啊。嗯。快点儿啊！可能是。我有喷，但是我喷的是贵妇汤。我觉得加后面也会失控。哦，他电费电脑快了，绝对耶耶！嗨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